去除罐头味，酱油是关键。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，我们煮罐头一定要加上一点点酱油，因为罐头有罐头的一个罐头味。哦。你加上酱油的话，它会变得更香。有没有？完全不会咸。想说半天。对对对对。真的完全不会咸。今天晚上6点，33厨房。